们现在欢迎叶瑞平小朋友上台表演，来，我们给予热烈的掌声。好，瑞迪要表演的三首歌，第一首是《孤勇者》，哦，现在很多歌都弹《孤勇者》。第二首是《恐龙的脚步声》，第三首是《Largo》，Largo 是慢，但是缓板的意思，对。